新增资源面临的是当地的政策。第二个，我们整片子有变成森林，那你给我看一下那个地址。那个小猫。
叫就死了。然后我点了，我点了什么？我点了那个春夏正夏。你知道我？他们都挺好吃，我就看到有个炒饭摊看电视。炒饭什么？他就在一个那个平台上面，就有点底价。因为底价肯定就是卖少。广告可能就是炒饭隔一天的，也是那个东西，我是大乌龟。早上就是菜饭，然后晚上就是开始。现在就是，我也挺不错，没有那么累，我心情。中国人，他那个咖啡豆。